封信，写了三十年，每次提笔都是父母的人间自如眠，在拉扯马很慢的年代，一封信让我与父母心心相连。那封信写过青春的叛逆，举过激情燃烧的流年，见过母亲黑发变成银丝，学过父亲坚实的脚步，变得步履蹒跚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发现那封写不完的家书没有了寄出，蓦然回忆上，父母早已远去，那本发黄了信笺已成如夜的往事。心边已成如烟的往事。